测试扳机是否卡住？卡住则清理扳机内的异物，检查手柄线。检查线根部并拍照。检查整根线路。检查板体电极接口并拍照。检查电池电极接口并拍照。翻转板体，检查喷口和螺旋桨，检查喷口和螺旋桨。看螺旋桨内部是否有异物卡住，有异物可拆开狼笼取出，用手深入尝试转动叶轮，